上面的，你看这好，这鼻孔这么大，这鼻孔吗？对呀，它也会咬啊。哎，等一下，它们毛被拔光，是它们自己咬的。你刚刚看它这边是野猫，野人的猫，看牌子像猴子这样，帮我们最后把那个。 这些红纸这样帮我们最后拔那个。难度太高。真烦，哎呦，会不会吃老鼠呗？快给他抢啊！他又不吃老鼠呗？他吃好了嘞，吃吃趴了。他没笑，他还是在眯。他没有这样饿吗？我昨天说啊，睡一下，我想过来。你看谁啊？你是鸭子。 爸，你是鸭子吗？